他的眼神。古人比陈美如更危险，你有时候都不如他妹。我不如欧阳文山妹。美如走了。嗯，还没回来。我只能待一个小时。足够了。段雪流，他们进去了，我看不到。谁们进哪儿？慕容王子跟欧阳文山，他们进了一间小屋，还把门关上了。哪间？你看，从门口走六步，右转，就是那一间。我去，真是有蹊跷啊！跟我走。从进门走六步，右转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厕所。大白天趁女主人不在，两个男的进厕所，正常吗？不正常。那个欧阳文山看上去就怪，我不能在背后多说什么，但我又不得不说。他的眼神，古人比陈美如更危险。你有时候都不如他妹。我不如欧阳文山妹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万一多一个情敌，咱们又得从长计议。我九天龙女怎么可能输给一个男人？龙，你干嘛去？龙，这是洗衣机，利用电能产生机械作用来洗涤衣物的清洁电器。王子觉得此中也有蹊跷。我无法跟你还原当天的全部记忆，但今天早上看到滚动的水，又觉得似曾相识。这水还会让你看到那些奇怪的画面吗？我看了一早晨，还没有。那你觉得那些奇怪的画面像是真实发生过的？总觉得好像经历过，但我完全记不起来。也许是我们太大惊小怪了，但我咨询过，人通常都会梦到一些奇怪的梦境，或是感觉像是在某个瞬间曾经经历过一样。也许吧，我应该再还原一下温泉那个瞬间，看还会不会再出现什么。那我们一起试试看。王子果然早有准备，愿为王子试水。欧阳文山，我千防万防，没想到连你也要防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慕容王子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和你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接近你一定有目的。我得走了，这次去搞版权有几天的行程，刚才聊的事情等回来再议。你要去的地方安全吗？放心吧。王子，你要相信我，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。那个欧阳文山眼神很美，绝非善类。九天龙女，我现在是个懂规矩的人，我不会打你，更不会杀你，甚至可以无视你愚蠢的监视，你适可而止。可是欧阳文山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为什么你和他都能当朋友，却总不接受我？九天龙女，你最好闭上你的嘴，收拾好你吹出来的烂摊子。